好的，那么今天呢是我在隔离14天之后第一天要去公司上班的日子，所以特别来记录一下。这是今年2021年，应该是我第一次搭电车。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不是上下班的巅峰时段，不过不知道人怎么样。反正总之呢，今天要上班，久违的上班，所以就来为大家记录一下，为我自己记录一下这个上班的过程。 刚好遇到以前的那个同事，太神奇了。 チャージが完了しました。まもなく6番線からは東急10分発各駅停車青友が行きました。 从看啥同事那边拿到年糕，所以你这是在上野买到的。感谢感谢，明天就是除夕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有年味的感觉。可是这给你放了，太好太好，耶！然后今天一来上班，突然发现自己换位置，吓了一大跳。 久违的上班，现在已经来到中午的那个吃饭时间了。然后呢，反正就是一个好久不见的感觉，因为整个已经是2021年第一次，所以距离上一次我再来到公司应该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。然后所以见到同事就哇，好久不见的感觉。怎么办啊？草莓是不是我先洗一洗？可能要洗，然后放在小碟子里面什么的。哦，你说那个扩香什么？慢来慢来。 摔死了！这很像你做的事情哎！哎，你回来了，是这种感觉了吗？一边聊一边弄，就像酷狗，对。然后反正就待在家里，然后待。他会有那种什么语音电话打来耶？真的？他是完全录音的。哦啊，好烂哦！请问有人发烧吗？什么什么之类，然后就回答说咦耶，然后就没了。否则就会吃不平均的。 在家里是无聊到炸，想说每次就镜头要拍影片，想说要拍什么，太无聊。废片乱拍，你吃什么午餐呀？没有啊，就吃个烤地瓜。哦，这个是超市卖的。对，什么素食炸鸡，然后椰草莓，然后哦，你还有泡面。最不营养的在这里。我是泡面跟草莓。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吃什么？ 烤地瓜，好，你就自己拿去，整个啊，好，你这样吃得饱吗？耶，获得地瓜，你们是吃不同口那个品种的地瓜是吗？因为它有那种金石地瓜，美味しそうだぜ。嗯，我觉得地瓜还是用烤的最好吃的。上班好欢乐。哎，超像吸血鬼了。他今年第一天出门，因为我回来不是都一直在家里面嘛，所以这是今年我第一次白天出门了。你在捧吸血鬼？ 超香的！失礼し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す。 2番線の電車、東武スカイツリーライン直通、北越谷行き。次は中御徒町です。 哎呀，特别的狼狈啊！好的，那今天就是我2021年第一次上班。然后今天刚刚去了那个上野嘛，然后呢，对，主要特别还是想跟住在日本的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最近日本状况还是就那个样子嘛，跟台湾那种你觉得可以很安全的在外面移动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。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是持续的要搭电车上班，想尽办法在这种其实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下还要过日常生活。我买了这种花粉眼镜，它当然没有办法像 我们平常看到那种眼罩，这样完全像挖镜一样罩住你的脸，但是至少它是一个相对比一般的眼镜来说包覆度更高的产品。我觉得如果你们需要通勤又害怕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戴这种眼镜，因为防花粉的眼镜其实在日本来说还算是比较普遍。买了一个给 TAKA 上，就是强迫他一定要戴。我们现在就会使用这样子的东西来给自己多一层保护吧。 因为毕竟每天要通勤，那个电车上人这么多，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谁有感染，谁没有感染，也等于是把这个情报给大家。就是如果你住在日本，然后你会担心，眼镜行或者是其实甚至是百元商店都会卖类似构造的东西。戴个口罩什么，搭电车你也不会觉得说很 over。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情报吧，这是我们最近比起之前更加注意的一个新的小细节。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的上班的日子。 那TAKAさん也在搭电车回来的路上了，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吃晚餐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吧，大家会想看他吗？好了，那就最后放一下我们一起吃饭的画面，然后结束这个影片。首元、これなんていうの？首美味しいよ。首の骨がちょっとあれなんだけど、首の肉なんか美味しい。ちっちゃい頃めっちゃ首の肉好きだった。 辛い？マーラって言われたけど。全然辛みはない。てかめっちゃうまい。あ、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。ビーフジャーキーみたい。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。あれだよ。スモーキーターキーレッグ。おお。あ、よかった。めっちゃうまい。